既是这样做鲜嫩多汁又入味，全家人都爱吃。鸡翅两面改花刀，加葱姜、生抽、料酒、奥尔良腌料抓匀，腌制半小时，然后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加胡萝卜、玉米，一罐82年的可乐，锅盖炖煮15分钟，最后大火收汁，撒上葱花和白芝麻即可。